好，那这是我们接线的地方哈，我们的接线的位置。那这个本体的地方，好，我们现在用，这都是七十八度。好，这个是本体的部分哈，那我们现在打开之后，发现它有一些水锈，好，这边有看到一些生锈的那个样子。基本上在这个地方，我们看得到。